家好，歡迎翻到嚟歐洲足球時段呢一節。咁啊，坐我隔離嗰個咧就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嘅阿豪啦，基本上係。係。咁啊，點解要請到佢嚟咧？因為咧就係、當然一定要講翻啦，皇馬點樣可以扭轉乾坤，出線呢一個歐聯嘅四強啦？我坐得低咧，我都不斷強調噶啦。你叫我坐低，只係講皇馬嘅啫。冇皇馬我就。坐喺遠處睇你哋錄音就算㗎啦。咁又未必嘅，基本上係。觀眾幾好㗎，食下花生。係講真啲係真嘅，即係我都好向往呢個角色，老實實。咁啊嗱，我先講咗呢個德甲啦，同埋呢一個意甲先啦。因為德甲嚟講咧，咁雖然都轉入直路㗎啦，基本上係，但係都仲翻唔係好多個賽事，但係未到手就係未到手啦個錦標，但係我所以就。我相信拜仁慕尼黑而家有歐聯嗰個牽絆嘅情況之下咧，佢都盡快希望能夠將德甲聯賽冠軍咧攞到手，然後專心打呢個歐聯，因為四強咧就會擺喺年尾要打嘅，基本上抽籤就會今晚抽籤，陣間我哋會講歐聯同歐霸嘅。咁我先講講德甲嗰個賽程先啦。咁啊就係喺星期六嘅晚上入邊嚟講咧，咁啊漢諾威將會對住慕遜加柏啦，利華古瑞對法蘭克福嘅，咁奧格斯堡對史特加，咁啊。達斯塔特咧就對恩高斯塔特嘅係榜尾嘅，哈法柏林咧就對荷芬咸，雲達不萊梅就對住和夫斯堡，但係觸目嘅情況咧就一定係喺星期日，因為咧就係拜仁慕尼黑對住斯洛克04，咁啊呢場波入邊嚟講咧係對斯洛克04嘅排名咧係有一個影響力嘅，多蒙特將會對住漢堡，緬恩斯就對科隆，緬恩斯咧如果要打呢個出年嘅歐洲賽嘅資格咧，就一定要取勝對手噶啦，基本上係。而意甲嗰方面咧，喺今週入邊嚟講咧，嗰、那個戲碼就會集中喺國際米蘭對拿波里身上。如果拿波里一輸波嘅話咧，咁啊近乎宣判咧，就祖雲達斯可以提早攞得錦標咁滯噶啦，基本上係。咁但係翻嚟由一個叫做幾大局已定嘅形勢之下，變得緊湊嘅就將會係西甲。因為在西甲今週的賽事入邊嚟講咧，就利雲特對住愛斯賓奴啦，基達菲就對皇家馬德里，咁基本上咧基達菲就阻唔到皇馬噶啦，基本上放心啦，豪利基本上係。係。咁排馬拉斯咧就將會對住希航啦，伊巴啊對皇家蘇斯達，茨爾達將會對住呢個貝迪斯，馬拉加就將會對住畢爾巴，西維爾對住呢個拉科魯尼亞嘅，咁啊仲有馬體會對住格林納特啦，咁啊就華利簡奴對住維拉利爾。咁啊，巴塞隆拿對住呢個華倫西亞，咁我今週較矚目嘅戲碼將會係巴塞隆拿對住華倫西亞啦。咁啊，巴塞隆拿喺近期嘅氣勢上嚟講咧，近五場波輸三場，和一場，贏一場，唯一贏一場就係喺歐聯首回合就贏咗呢個馬體超會之外咧，係近乎係未好過嘅。嗱，而家喺西班牙聯賽出現一個分數上咧，就巴塞隆拿就76分咧，就喺榜首嘅位置啦。佢同馬體會只係爭3分嘅距離，但係距離皇家馬德里咧就縮窄到係4分啫。咁啊，其實皇家馬德里咧仲未係絕望嘅。咁啊，就喺關鍵性就喺呢一場波就對住華倫西亞，因為咧喺往後嘅賽程上，你要巴塞隆拿就算點樣差都好，因為對手始終個實力有個差距。你要佢失分咧，係好難，可能有個難度喺度噶。如果佢而家再失一失分咧，就成個聯賽榜將會西甲入邊會打到第38。好玩喎，咁成件事。好玩，因為只要佢今週輸波，就算佢一度咬到最後都好，或者佢最終攞到冠軍，你個西甲嘅賽事都要打到第38先可以決定到個冠軍，就唔會好似提早出。去到呢一點啦，即係去到呢度，如果爭分距離咁短嘅時候，因為嗱。球季咁長，咁巴塞一直都好強勢噶嘛，一路殺到唔停咁樣噶嘛，就算係美斯傷咗，佢都繼續殺落去噶嘛。咁但係依家似乎卒之嚟到屬於佢嘅低潮期咯喎。係啊，低潮期。咁而低潮期你拋離唔到咁遠嘅對手嘅分數咧，特別係馬體會咬到曬咧。咁即係其實可能一場輸一場，假設如果華倫輸贏到佢嘅話，其實佢係極有機會係同馬體會真係打生死戰噶咯。會啊，其實唔使多噶，其實只要咧佢呢場波，就算華倫西亞能夠逼和咗呢個巴塞隆拿嘅話咧，所有積分當然要馬體會同皇家馬德里都贏波啦，咁啊機會好大嘅，因為佢對住基達菲啊嘛，皇馬今週賽事入邊嚟講，咁啊即刻將個分數完全收窄曬去2分噶啦，
咁兩分同一分嘅差距咧，咁啊成個西甲好玩啦，就好睇睇到最尾。我又覺得呢一點咧，有隻皇馬冇咁好喎。點解咧？一定要最好三分。皇馬拋離遠啲好啲啊，拋離遠啲去對歐聯就另一個，因為冇包袱啊嘛。如果而家啱啱好似有啲機會嘅，咁就死啦，因為佢永遠就係拋離遠啲，豁出去打，所有資源擺落去歐聯嗰度，而其他嗰啲就真係譬如馬體會一定係。有機會爭到聯賽嘛，爭到聯賽嘅話，其實佢一定唔可以全力去瞓落去歐聯嗰度噶嘛，即係你冇分散到啊。但如果你話皇馬有機會嘅時候，如果大家又係兼顧兩條戰線嘅時候咧，其實就冇乜著數。即係其實我又覺得一樣嘢咯，皇家馬德里今晚抽籤，如果對住曼城，咪唔使驚咯。好啊，呢啲之簽好啊。其實皇家馬德里最唔想就抽中馬體會，講真。就係。因為拜仁都唔想，但係都拜仁誒，即係如果你有得揀咧，都唔想對馬體會，因為太熟啦，根本就係。而拜仁講真啦，都唔係流多，最好嘅抽中曼城，個個都想抽曼城，根本上係。我諗係英超人咧，點會話俾我聽曼城係最好嘅？咁而家曼城係的，而且確係最好啊，殺到入四強，根本上係球會嘅最高點嚟㗎，歐洲賽事嚟講係。曼城喺任何嘅歐洲賽事嚟講咧，譬如尤其歐聯咧，未入過決賽，未入過四強，咁啊已經係歷史性㗎啦，基本上係。咁如但係因為曾經喺分組賽幾屆啦，佢對過皇家馬德里都係俾皇家馬德里食住㗎，基本上曼城係咯，好似贏。咁啊，梗係食過花塵味啦。今晚抽籤最好啊，抽中曼城啦，基本上係。咁咪西甲咪唔使驚咯，頭先諗嗰樣嘢。當跟住拜仁再贏埋馬體會，咁我開心。冠軍賽就係皇馬對皇馬對拜仁啊，即係最強嘅戲碼啊！我覺得咁好睇喎，其實。其實我希望都嗱，我最唔中意就係見到一啲叫做同事打比打呢個決賽。啊，其實唔好睇，因為熟得太緊要啦。有一年AC 米蘭對祖雲達斯，我嗱坦白講，我係熄電視，我冇睇到。我完全你要半夜起身睇一啲戲碼，我真係冇興趣。即係我反而中意睇一啲即係國家要對國家就會好啲。因為你踢波始終唔同嘅地區有個唔同風格，有啲唔同風格嘅對決，似乎你產生嘅化學可觀性都有唔同。會㗎，基本上嗱，所以一樣嘢啦，你放心啦，我啊覺得一樣嘢啦，最緊要全世界望呢、這個，即係好似上個禮拜，即係念力咁樣。忽然間咧就捧曼聯嘅原因唔係因為支持曼聯，係支持李斯特城嘅人係，就希望佢搏冧咗熱刺，咁啊李斯特城咪好容易攞到冠軍咯，基本上係。但而家同樣地啦，就唔想個聯賽咁乏味咧，全世界人希望啊嗱，除咗巴塞嘅 fans 之外咧，我諗全世界都希望投奔呢一個華人西亞啦。係，其實係，即係念力都贏喎。用念力嚟希望能夠令到佢失分，咁啊成個聯賽榜咧就揦得好緊湊噶啦。不過其實你戲劇性，即係你當戲睇啊，你都覺得好開心嘅，因為你真係去到最後有高潮，即係你睇，如果譬如德甲為例啊，二甲佢全部唔係祖雲達斯就拜，好似都唔使踢咁，未開季就可以攞埋下年只杯咁樣，呢啲唔好睇啊嘛，其實係。會㗎，所以既然你講得咁興奮嘅話咧，嗱咁啊，今日今週咧西甲賽事咧，大家要觸目大戰嚟㗎啦，一陣巴塞隆拿對住環西亞，睇下巴塞隆拿會唔會繼續沉淪落去啦。基本上咁啊，嗱一入咧就一入入咗歐聯嗰度啦。而今週嘅歐聯嘅賽事入邊嚟講咧，就話題一定係多多㗎啦。首先啦，喺第一日嚟講啦，咁啊就上演呢個皇家馬德里主場對住呢個和夫斯堡啦。咁啊，曼城就對住巴黎聖日耳門。咁我哋四日上一集都有講過嘅，李 Sir 嘅話，其實巴黎聖日耳門未必真係可以過得到曼城。到後屘真係球人得人啦，曼城亦都係靠迪布尼入咗波啦，就首次帶領球隊擠進咗四強啦。而同日啦，就全世界都覺得究竟皇家馬德里能唔能夠肯，即係嗰陣時我哋覺得和夫斯堡都係唔係弱嘅，即係做戲咁做嘅。2-0，你要帶住呢個優勢，我哋都話㗎。如果和夫斯堡有心去到呢、這個皇馬主場，有心守你901嘅，你未必真係 會做到呢個效果出嚟。其實呢場波我心機睇㗎，開頭我冇期望任何寄望嘅，即係我會睇，咪即管睇。作為皇馬 fans 梗係即管睇啦。但係你入邊你呢、這個？正如頭先咁講，2-0，我其實擺大巴唔使踢。係啊，擺大巴唔使踢嘅。係啊，即係但係點啊？即係你戲劇性到咁樣嘅時候，我覺得即係仲要係喎，短短兩分鐘入兩球，斯諾嚇死人啦！真係嗱，其實個轉捩點就係話唔單止要入波喎，係好快已經入咗波啊！你令到皇馬個信心即刻翻曬嚟，完全我覺得喂唔係遙不可及，你試下上半場仲未開到紀錄。你要在45分鐘內入三球，個難度會大過你喺90分鐘做到呢樣嘢咯。其實可能你會覺得可能係零，因為佢其實
你之前你俾人咁數輸兩球，唔追啫，其實你依家係歐聯個大佬，你唔係嗰啲聯賽有上下游球隊對決啊嘛，即係你嗰個懸殊就呢個唔會太懸殊噶嘛。其實我都好保守噶啦，就算我希望嗱，我個人情感上係希望皇家馬德里出線嘅。咁我上一集同李 Sir 講嗰陣咧都話啦，如果能夠可以製造到2-0嘅賽果進入加時，咁我最美滿啦。咁啊，然後再進級，點知咧就連呢個機會都唔使。佢係個強勢到係連一個作客入球都唔俾你。但其實你件事我都幾奇怪，即係個勢咧，同上場完全兩回事。你覺得咦，好似另一，因為上場好明顯係有啲緊二比零嘅，係唔收貨嘅，即係真係唔收貨，都唔收貨嘅。因為你可能乜你搞乜嘢啊？其實你即係雖然作客，學你話周居勞頓又好，諸如此類。咁但係你唔會爭咁樣，個個抽籤嘅時候都話你抽到筍錢嘢㗎啦。其實成個聯賽表入邊，唔係歐聯個賽。咁多隊波，咦？皇家馬德里最醒啊！呢隊應該係最弱噶咯。但係你咩數兩粒喎、啊？如果呢落嘢係出唔到線嘅話咧，我諗斯丹喺入內入邊最尷尬就係呢一場波噶啦，一定係。即係個個人都接受到一樣嘢，就係話你攞唔到今屆世界冠軍。嗯、但係如果你話連和夫斯堡都咁去俾佢 KO 你出局咧，咁啊可能斯丹真係無地自容啊！你唔係話輸俾拜仁啊，輸俾其他球隊啊嘛。基本上係，所以呢場波嚟講咧，哇，完全係斯朗個人 show 嚟嘅喎，基本上。唔係呢個，我仲係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就喂，睇嘅主場好似話阿斯丹帶嘅主場完全無敵咁樣嘅，係輸過俾馬體會嘅，但係好似佢嘅影響力，我唔覺得係最大喎。反而我覺得呢場波影響力最大就係斯朗，因為你睇下斯朗其實佢本身佢係喺俾球迷噓嘅，噓咗好耐㗎啦，其實係。咁、但係你諗下，當佢入球帶起咗成個氣氛嗰、那個。影響力連球迷卒之調翻轉咯，即係其實你個氣氛開始歡呼咯，同埋每一次就係都係留意一啲細位就係 C 朗舉手高舉揚手叫佢哋歡呼就係真係跟住拍子走喎，其實佢根本成個係皇家馬德里 icon 嚟㗎啦。乜但係其實佢好慘㗎，即係可能你真係當然啦，佢獨食一定係問題，但係你要得 C 朗就預咗佢獨食，呢世佢都會獨食嘅，其實係冇錯。咁都係踢自己嘅波嘅啫。咁你話要 teamwork 就唔使諗啦 ，teamwork 應該即刻鬥咗賣咗佢啫啦。其實我唔係覺得皇家馬德里其他球員唔重要，但係係真係的而且確咧，就算你巴里同 C 朗比咧 ，C 朗仍然都有一種扭轉乾坤嘅能力咯。基本上係嗱 ，C 朗就而家做咗以往美斯喺巴塞所做嘅角色啦，基本上係。咁真係靠你個，你見到嗰晚完全佢一個人已經係一個人係摧毀曬成個。就其實呢個睇法出奇喎，因為就即係如果調翻轉咧，抽離翻一啲咁，我覺得就其實對皇馬係好容易喎。你只要揾兩三個人踏住 C 朗就唔使踢噶咯，其實。數就係咁樣計嘅。唔係同埋，但係你見到嘛，就係話其實佢嗰個大哥咧，大哥到就係如果邊個有機會唔俾波佢，佢都鬧啊嘛。其實。成隊波係好有壓力㗎，所有球員即係個個都係世界級。但係你咩？即係可能睇落第二啲覺得，不如我都有能力，我自己去入波，自己會闖關。但係嗱，你得就由自可，你唔得斯朗就黑面，就喺球場做十八個字粗口㗎啦嘛。不過呢個嘢我又從來唔會去擔心嘅，因為點解咧？坦白講，一個斯洛文尼亞、美斯啦，或者當你係尼馬啦，唔計蘇亞雷斯㗎，巴里係一個速度嚇死你啫，基本上係又揾。即係 fit 嘅朗拿甸奴嚟計啦，其實都唔好講咁舊啊，講斯朗同美斯啦。喺當今球壇入邊，如果以後衞單對單能夠可以鉛製到佢嘅後衞嚟講咧，其實係唔多。學你話齋，你都講話，我要幾個睇住斯朗咪得咯。當你出現幾個睇住斯朗咧，就其他位就出事㗎啦，基本上係。但係問題其他位出事咧，最後嗰一腳大家都會被逼地留翻俾斯朗啊嘛。嚇！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啊嘛。咁所以你即係可能你會。哇，其實唔係嘅，你當你揾斯朗拉鬆啲人，咁你咪大把機會咯。即係美斯係做緊呢啲嘢嘅啫，但係問題是其他人真係唔係嗰腳一定要俾佢啊嘛。咁所以係易睇好多嘅，容易睇過美斯噶。同埋亦都客觀啲睇就係，如果一即係個波個人嘅能力，我真係覺得係美斯係強過斯朗噶。係，佢係短距離扭入去嗰下。乜同埋佢嗰個細位變化好細，動作好細啊嘛。咁同埋再加上就係斯朗，你去到已經咁多年，其實俾人睇穿咗啦，有啲技能。因為講真，佢喺西班牙咁多年啦，其實你所有後衞揾食噶嘛，大佬人哋都係，即係揾食一定係睇先。可能佢啲
點樣假動作，其實仲假乜鬼咧？你喐喐膊頭我都知啦，其實已經係即係一定做曬。但你唔使擔心咯，因為點解咧？在今屆歐聯嚟講，美斯都出咗局咯。基本上成個歐聯人睇睇斯朗啫嘛。係冇錯。基本上有邊除咗斯朗，仲有邊個睇啊？即係基本上嗱，你皇家你拜仁慕尼黑，你睇邊個啫？你奇雲道夫斯基，基本上咁你曼城咪阿古魯啦，又係另一個級數嚟嘅。咁再加埋馬體會，基本上你根本嗱好坦講。皇家馬德里咧，去到四強呢一個位嘅情況之下，就要睇下今晚抽籤抽到邊隊啦。咁喺今年嚟講，第十一次高舉呢、這個大二杯，基本上係個機會係非常非常之大嘅。皇家馬德里，因為頭先你講正一個要點啦，當年巴塞隆拿、美斯、MSN 都唔肯到嘅情況之下，咁你成個舞台已經係 C 朗嘅舞台嚟嘅。其實係。你試下嗱，係啦，抽中曼城啦，咁有邊個睇到佢啊？假設當你對住呢、這個馬體會啦，當你真係馬體會啦，基本上係咁，斯朗都未必驚過，驚過你嘅。同埋嗱，驚一定嘅，好似表面上就計往績咁，真係輸俾馬體會嘅。其實呢一季係啊係啊。咁但係問題就係、是、馬體會真係正如頭先我哋傾啦，就係、是、馬體會你真係要爭錦標啊嘛，你真係要爭聯賽啊嘛。其實佢嗰個真係分兩條戰線，佢個疲態其實係好明顯嘅，其實係。如果你對翻皇馬相反地輕鬆得多，同埋再加上就話，其實佢後備嘅兵員其實好強嘅。好強㗎，譬如話你仲有摩迪迪啊，仲有呢個詹姆斯洛迪古斯啊，呢啲咧都係如果喺其他球隊嚟講已經絕對係正選嚟㗎啦。唔係，詹姆斯點解佢喺世界盃入邊神射手嚟㗎嘛？係神射手喺皇家馬德里都作為後備，仲要係。係咯，可能仲係唔係第十二人咯，係第十三分十四喎，其實係。同埋你真係假設抽中對拜仁慕尼黑啦，以拜仁慕尼黑而家咁嘅嗱，有一樣嘢咧，巴黎聖日耳門出局其中嘅原因咧，我哋都分析過就係話，佢二十二分已經攞咗呢個法甲啦，提咗咁多輪。同埋當你去比你能夠二十二分攞到呢個法甲聯賽嗰陣咧，即係證明你下年嘅對手都比你嘅強度唔夠高嘅。咁你而反而曼城喺個英超度咧，係接受每一場波都好高強度嘅情況之下咧，佢咪對住你耳門，佢根本唔會驚你嘅，根本上係同樣地喺拜仁慕尼黑亦都太早領先咗嘅情況之下咧，你見到其實佢對住賓菲加都非常之吃力噶。我哋講過噶，佢再唔集中精神，有機會出局。其實呢次拜仁慕尼黑都係好驚險晉級啫嘛，基本上係。佢係以首回合嘅食老本，然後三比二咁樣去進咗級啫嘛。如果唔係開頭就好似好有機會，你就算你作客，你都二比二得啦。你作客都能夠只能夠同賓菲加嘅級數打成二比二平手，你已經知道出咗事啦。同埋第二，你帶著怨恨嚟對住呢個巴塞隆拿，巴塞隆拿係跌緊嘅情況之下咧，其實皇家馬德里如果 keep 住咁嘅強勢嚟講咧，其實當然啦，避得就避啦。如果唔係，我覺得入 final 已經係基本。咁我都係嘅，即係就算嗱，你抽籤其實我覺得呢個 round 其實我最唔好嘅抽籤一定係抽到馬體會。但係如果你我就算你抽拜仁也好，曼城也好，我都覺得其實係機會係大嘅。大。因為同埋再加上呢一個反勝其實係你嗰個士氣咧。士氣好犀利㗎。因為再加上你話上次即係呢一輪嘅主場突然間好似翻生，斯洛唔知食翻藥咁啊，唔知點解啦。係。突然間上翻曬嚟啊！即係你爆位、個人走位啊嗰啲，佢咦翻嚟咯，就唔知，因為開頭會諗嘅就係會唔會咦過三十咯，會唔會開始跌落咧？嚇！咁但係其實呢兩場話俾你就咦又唔似喎，佢仲 keep 得好 fit 喎。嗱，踢波咧就好邪嘅，基本上係，即係如果以往我的經驗嚟講咧，逢係呢種球隊應該出而出唔到咧，佢有尾運行到尾。咁樣啊？係啊 ，OK 喎。因為我曾經試過踢球踢兩次，有一次喺分組賽入邊咧，踢到要計得失球。當時嚟講，我就算我贏咗，仲要贏唔知四比零，仲要望對手對住對弱旅輸，咁我先至有機會出到線喎。咁當時嚟講都做到之後就一攞埋冠軍。咦？咁呢個好兆頭喎。係啊，即係以往嚟講，即係呢啲嚟講，未必會係壞事啦。咩國腳皇馬攞埋聯賽咧？咁啊，即係暫時嘅難度高啲，都係講翻頭先嗰句咯，咁就要還西亞幫忙啦，呢樣嘢就要。咁我覺得其實即係咁樣此消彼長咧，嗱佢輸完一場嘅巴塞輸完，即係你復仇咁樣攞佢出氣啊，另一回事啦。但係我覺得如果係走下坡的話，呢一季佢進入一個低潮期嘅時候，咁話唔係冇機會喎。
華倫係其實都要把握形勢，因為佢而家個位置都唔係話好理想啦。雖然話炒咗加里尼維利啦，但係如果佢真係攞到啲三分嘅話咧，佢即刻由呢個十四位升到第十位咁滯嘅，可以係。咦？咁即係衝多兩嘢，可能入到打落歐霸喎，其實。今季嚟講，佢曾經令過西班牙國王杯，我記得好似係令到巴塞隆拿失分嘅。嗯。佢逼和過對手嘅，基本上係還聲啊，唔係話做唔到嘅。基本上係睇下用咩心態對住佢哋啫嘛，即係嗱，其實對巴塞有一樣嘢好簡單啫，你唔好驚佢，你越驚咧越死得快。其實對皇馬一樣，係啦，你分分鐘有意外收穫，你唔驚佢嘅話，基本上。咁但係其實巴塞點都係真係強嘅，其實。係，基本上係。即係佢嗰個 MSN， 你真係都唔知點搞。不過而家 MSN 入邊咧，而家講到其中個 M 已經係要養傷㗎啦，唔係，就算當佢出到嚟講啦。咁個士氣氣氛咧都去到一個低點嚟嘅，都應該係嘅其實。係啊。但係佢冇辦法喎，因為個聯賽嗰度，如果你真係唔守埋呢個尾呢關呢一段嘅話，其實真係功虧一簣，乜都冇嘅咯咁就。我咁樣睇啦，即係情感上梗係想後上嘅球隊去攞啦。好啊。但係喺以往，即係如果你捏住呢個位嚟講咧，以巴塞隆拿嚟講咧。佢仍然都係實勝冇黐牙，再加上呢樣嘢，睇嗰個往後嘅賽程，佢所謂嘅強強對壘已經對曬啦，嗯，都係對啲弱嘅球隊，基本上係，咁變咗咧，佢嘅即係攞冠軍嗰個主動權仍然都係喺佢身上嘅，基本上嗱，咁無論點樣都好啦，歐聯嘅情況啦，咁啊頭先阿拜仁慕尼黑你講咗啦。就好驚險啦，就同呢個賓菲加打成平手啦，就都係攞到個四強一席嘅，咁啊。巴塞隆拿咧就亦都係輸咗俾呢個馬體會噶啦，咁啊整體上咧馬體會當時嘅士氣啊，或者近呢幾場嘅氣勢咧，咁啊一場係高嘅，喺賽前嚟講，尤其喺主場，因為你係帶咗一種不忿嘅，因為喺首回合入邊咧，王子被罰出場，而佢覺得好唔甘心地，我冇理由會輸1-2俾你嘅，如果真係打足11-11嘅情況之下。所以佢一定同你死砌嘅，翻到主場係，咁啊真係估中咗啦，咁啊出線嗰隊就係馬體會啦，基本上係，咁啊今晚抽籤咧，連埋歐霸咧就會知道係邊個對邊個啦，咁啊再睇下皇家馬德里係咪真係球員得人抽中一啲佢想對嘅對手啦，基本上係，咁啊嗱講翻呢樣嘢啦，咁啊琴晚咧你見到我今日咧即刻要轉態啦，著一件利物浦嘅波衫咧就已經知道襯埋一件白色嘅似皇家馬德里。做翻呢個歐洲足球時段咧，因為琴日咧就利物浦咧就用一個好熱血嘅表現啦，就4-3咧就反勝咗呢一個多蒙特，因為喺當時嚟講咧，多蒙特咧係掌握住咗形勢嘅主導權嘅，曾經佢喺上半場係領先緊2-0，然後佢再攞到嗰、那個利物浦再追翻球，佢亦都攞緊3-1。當時佢唔單止比數上嘅拋離，佢亦都係有一個作客入球優勢，又有3個作客入球優位。基本上就算嗰場波如果打成平手，出線嗰隊都會係多蒙特。就冇諗到喺90多分鐘補時嘅情況之下咧，做咗一個係同當年決賽對 AC 米蘭一個大逆轉咁樣。絕殺！絕殺埋，仲要成個故仔永遠最好睇咧。就逆轉之中仲要絕殺，呢個 ending 永遠係最靚嘅，咁係最熱血嘅。即係我唔夠膽講呢場波好熱血，因為點解咧？如果我講話呢場波好熱血咧，就對多蒙特嘅 fans 係好慘嘅，即輸波對永遠就好慘嘅。我只能夠係加個字係利物浦，咁樣就好啲。香港你咪多好多嘅，好多。咁喺呢場波嚟講咧，中意英格蘭足球嘅人咧，就其實都希望係利物浦會出線嘅，因為咧其實喺個四強位置嚟講啦，譬如話而家薩哈達啦，咁啊亦都總比數啦就擊敗咗呢個布拉加嘅6-1，咁就好慘啊！有佢哋嘅球員梅開二度，擺烏龍梅開二度，咁啊真係已經係好不堪噶啦，根本上係。咁你再加上西維爾對住呢一個畢爾包啊，咁樣嚟計啦，咁啊其實維拉利爾我哋事前都預測咗噶啦，佢基本出閒線噶啦，係總比數係6-3。咁啊，次回合都贏4-2，咁啊，薩哈達就4-0贏咗呢個布拉加啦 ，total 嘅6-1。咁啊，畢爾包雖然贏翻2-1，咁啊，但係亦都因為同首回合西維爾又係打成2-1咧，就3-3平手要進入加時，
十二碼就5-4，都係西維爾贏。嗱，西維爾咧喺呢一個歐霸杯嚟講咧，就攞咗好多屆嘅，係啊，杯王嚟嘅，呢、這個呢、這個係杯王嚟嘅，好、啊、怪嘅。即係嗱，呢、這個都可一個我覺得佢入 final 嘅機會都可能好大。嗯，一命二運三風水嘅情況之下，嗱，如果利物浦真係抽中，即係我挖口講抽中對西維爾咧，利物浦我諗都差唔多。就計啦。但係如果喺英格蘭超級聯賽入邊，嗰幾支球隊就希望利物浦快啲出局，係啊，因為你根據個賽制嚟講，如果利物浦能夠攞到歐霸嘅冠軍嘅話咧，咁佢今年嘅新賽制歐霸冠軍係可以升咧踢歐聯。哦，但係你英格蘭嘅職位得四個啫，以往係第一名至第四名，咁唔該你喺第四名嗰度吞翻出嚟啦，即係喺嗰年嘅車路士一樣，車路士咧就排。四名以外嘅熱刺係攞到第四，但係當時熱刺咧就車路士對拜仁慕尼黑，係車路士係一支英格蘭人入邊嘅車路熱刺嘅擁趸係唔想車路士贏嘅，一贏咗嘅話咧，佢哋嘅球隊好辛苦攞到個第四位就要褪翻落去打歐霸啦。嗯，咁咧如果利物浦咁樣上嘅話咧，分分鐘曼城冇得打嘅出嚟。咁大鑊。係啊。曼城冇得打。所以好坦白講啦，利物浦。如果佢抽中薩達啦，又或者抽中維拉里爾咧，我諗最好全世界都想抽中薩達嘅呢隊波嘅，即係烏克蘭呢隊波，咁機會都會大啲嘅，基本上係。咁啊，就當然啦，喺我嚟講，我都希望西維爾啊抽中對維拉里爾啊，最低限度我肯定個決賽唔會出現西班牙內控先啦。提早咗咁樣。因為你提早咗喎。喂，如果咁樣決賽打好乏味噶嘛？我嘅就唔睇咯。我都係捧利物浦好噶嘛，我希望決賽梗係咁就算啦。我喺曼聯之前，我讀書時候係利物浦嘅。哦，咁樣。咁啊未興起啊嘛，咁啊轉態轉得好快嘅。咁啊喺我嗰十零廿年嘅時光，我咪享受不停捧杯捧杯捧杯咯。係。即係嗰啲三冠啊咁嗰啲。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好好享受嚟㗎！咁啊，利物浦，我一早離棄咗利物浦，咁啊，而家嚟講啦，剩翻一隊，我中意利物浦。其實我係我重於舊情人，你係係啊，冇錯，係。所以我唔會中意，我最希望就抽到就係話西維爾對維拉利爾。如果歐霸嚟講，即係快啲搞掂佢啦。冇錯，即係我好肯定個 final 唔會出現咗同室內控。嗯。如果唔係就好慘嘅，你唔好話就算你今場波嚟講，皇家馬德里。如果你分開戰線對馬體會決賽，你都好悶，成件事係好悶，好悶㗎。因為你有時你睇歐聯都希望有啲唔同嘅風格對決啫嘛，就係你又係呢兩隊唔係啩？我睇咗好多次啦，一年唔會，即係我覺得就算歐霸又講歐冠嚟講，我唔中意呢啲戲碼嘅。唔係正常係唔好睇嘅呢啲，其實唔係就算你話巴塞同羅馬係當今世上最強嘅咁，喂大佬食得多都冇味啦，一季入邊。唔係其實你因為你睇到。差不多啊，即係你對兩隊波嘅風格，兩個踢法，其實又嚟多次啊。咁你覺得冇乜，即係你冇期待嘅就是，你又去到呢啲困境，因為好似你見到啊嘛，皇馬唔知點解噶嘛，就算去到你嗰啲九十年代好咧，唔知點解去到頹勢咧扭轉咧，其實嘅能力係極弱噶嘛，就係。所以有一樣嘢就係話，我最希望皇家馬德里咧，不過唔得喎，我又想去抽中曼城。抽到曼城嗰啲，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萬一如果馬體會贏咗拜仁，咁點算咧？就好乏味嘅喎。咁都冇辦法啦。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啦，都係睇過陣間咧，就嗱幾個鐘頭後咧，就會真係正式抽籤嘅。咁到時我哋星期一咧就可以同埋阿李 Sir 啊、阿芬啊講下嗰個抽籤形勢會係點樣啦。咁我都希望其實去到呢一刻嘅直路咧，所有嘅球隊打到入四強咧，已經都。即係絕對冇話強弱之分㗎啦。其實反而雖然我哋講到曼城好似嗰度好魚腩，其實曼城如果去到四強嚟講啦，其實佢你問佢想抽中邊隊，佢對三隊都一樣惡狠嘅。其實佢根本就係好慘嘅。反而佢亦都唔係話必須有一種背棄一種傳統包袱一定要攞嘅情況之下咧，往往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出嚟。但係其實好慘㗎，佢好難交代，使老闆咁多錢咧，乜都攞唔到，好可憐啊！佢哋係從來都唔覺得佢係一支好傳統嘅球隊。
唔係全部，所以但係近年使得錢多啊嘛。使錢多，曼聯都使好多錢啊。啊，咁啊呢個出打得最好嗰啲，反而唔係球星，係啲靚仔啊嘛。李斯特城嘅相，李斯特城嘅嘢。靠邊個 ？OK， 嗱，咁啊呢次歐洲足球時段就大家到此為止。今日有一樣嘢我要更正翻啊，喺第一次英格蘭足球時段講咧，就話支持今期最新一期嘅進攻足球會參加波山遊戲，原來編輯部即刻更正翻我咧，就話今期冇波山送嘅。不過是送男士洗頭水，男士洗頭水。咁啊，都你哋亦都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寄信參加遊戲先啦。係啦，咁啊，下個星期一節目翻嚟時間再見。OK， 好，拜拜。拜拜。